怎么这样倒呢？不要动那个，来，来，下来。阿姨，等一下哈，我洗手哈。好，谢谢哦。好，来。我。啊，没问题，你慢慢来。来，吐吐吐，好吗？吐吐吐了，吐吐吐吐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吐吐了，吐。好吗？吐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吐，啊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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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嘴巴，嘴巴打开，嘴巴打开，啊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哎，好，啊，再来，来，再来，再，再来一口，来，嘴巴吐，好，再来，喝水了。来漱口了，漱口了，漱口，来漱口，漱口，来漱口，来漱口，漱口了，漱口了，来漱口，漱口，漱口，漱口了，漱口了，来漱口，漱口。漱口，不然的话嘴巴脏脏了，嘴巴臭臭。来，漱口了，来，嗯，好，吐吐吐吐吐了，嗯，好，再来，来。来，来，嘴巴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了，吐出来了，来，吐吐吐，吐吐吐，吐了，吐了，吐吐吐，吐吐吐。再来，再来一口，好吧，再来一口。哎，好，再来。啊，吐吐。哎，嘴巴漱漱，吐吐吐。啊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了，吐出来了，吐出来了。吐出来了，吐出来了，吐出来了，吐出来，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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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，吐，吐，吐，哎，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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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嘴巴打开，吐了，吐了，来，吐，哎，吐，吐了，哎，对，就这样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了，吐出来了。你要走了？你跟爱吃什么？没有，他嘴巴臭臭，我给他漱口，刷牙。你有没有给你小孩洗嘴巴？我没有这样做，没办法。为什么不给他擦嘴洗嘴巴？会臭臭。哦。因为嘴巴臭，他那会长细菌，对身体也不好。我再来。学习做不是在护理里面都是要的。我以前我们请24小时，每次吃完饭就把假牙拿下来洗，洗干净再放回去，嘴巴都没有味道。好。可是如果说你放太久了，那就会有味道了。你小孩嘴巴有没有味道？他还没有假啊，他还没有假，没有假牙，那没有假牙，那嘴巴有没有味道？哦，那我要注意一下。你跟他闻一下嘛，有没有味道？如果你没注意到，就表示没不臭，没关系。你注意到就表示臭了吧？好。对。好，谢谢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懂。你没有注意到就表示不臭了。
如果臭你就会注意到，你不不用，你是一定会闻到的啦，如果臭的话，因为你跟他很近嘛，我抱他什么很近啊，你就会闻到那个臭味啊。那那怎么能不清呢、啊？对不对？那你没有闻到就表示没没问题的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脚啊，要给他做复健。脚，对。嗯，好吗？这个我等一下帮你看看，就是你一定要让他动动。我今天去听一个演讲。好。他说那个脚啊，就是给他弄毛巾。把它弯起来，这样它就，哎，妈，你吐了，赶快吐，就是，就是那个脚这个地方啊，给它弄了毛巾，这样，它就会这样，总这样的话就很僵硬，让它这样，用毛巾卷。阿姨，我来了。太好，你看它这个，你看它这里。我被偷了，不是我。啊，不是你，我奶奶。拜托把他那个。帮我。对，就是像他的那个，你要注意给他看，有东西出来了，不对，那这个地方要干净，他有倒流东西就不行，要把它弄进去。否则的话，就会有问题。你看，要把它这条管子清得干干净净。不可以这上面脏脏的。这条管子啊，你吃完东西，吃完什么东西，你一定要用清水把它冲进去。对，我有。没有、啊。这个我有，我有这样做。你平常要注意这个管子。我那个，因为我给他吃了以后，我有用清水。那我是说，你平常在他旁边的时候，你要注意一下。你看他刚刚他就是，我就注意到他有那个食物的东西在那个管子。可以好吗？可以吗？好吗？你看看呢、啊，你帮我看看、啊。你刚刚放了多少水？啊，你放了多少水？不是我，不是，我是现在，现在放了多少？我不知道。阿姨叫我阿水在那边。不是，我说你加了多少水？因为两餐之间要加150cc 的水，这是多少？这才50。可以再放一点。要喝吗？你要吗？就是你要看有多少，吃不到，再试，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放。就是、你是不是去宗教受信了、啊？对，我信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那我那个8月的那个，我去报名，他说好，满意。我要等9月。我是去年受信的。好，你去年受洗。我已经受完了。好，你去宗教受一天嘛？不是，我是一个月的。好，你是一个月的。嗯。哦。一个月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哦。太多不行。不可以太多，150就行。哦，一个月就天天要去的。上两个礼拜的课，要实习两个礼拜，一天的没什么用。啊，一天的没什么用。我也很想去。因为他会告诉你全部。咦，掉出来！嘿嘿，淡淡的哈，那谢谢你啊。哦，好，那你有这样一个月的这样真好。因为他上两个礼拜，然后还要去实习。那些病人我们要去，没有用。辛苦哎。
每天八点去五点下班，八点上班五点下班。他有个证书跟你。有。可是这个证书是医院给的证书。哎。那有些人，我们同学，我们同学后来还去考国家的证照。哦。丙级证照。我们班上有同学去，我没有去。因为我又不要考证照是去服务，对，那我们的目的是对，所以我们服务自己。但是他们去考证照，那个上的课更好，他什么都有教，教的更多，还教你怎么样做吃的，弄吃的给他，教的更细。他会自己。应该不会。让他拿，因为他的手是僵硬的，他这样拿，他的手就会这样。那我要跟他这样，他都不让我弄，但是他自己愿意拿就很好。那让他拿没关系。您问一位先生是你的什么？那是我弟弟。啊，是你的弟。哦。像这样就给他，就给他，哦、你看。那你受这个信，你懂得多了。啊。你看，这个脚。啊。这脚我给他按摩，你看他的脚肿了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没有？脚是肿的。脚肿啊？嗯。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说，我那个我那个小孩哈，他那个手指肿，但是吃了那个什么高蛋白哈，吃了高蛋白。有比较改善，真的吃什么高蛋白？高蛋白，什么样子东西？你这有吗？我哪个？好，我看看。我看看。好，我看看。你拿过来给我吧。我去了。哎。我去点。从这边，好，吐出来，好，吐了。吐了，倒出来喽，吐，妈妈吐了。跟我讲是说，他因为他那个水肿肿的这样的，他是说，你需要吃这个高蛋白啤酒菜。哦，真的。他吃了，现在有比较改善。哦。
我的儿子。你是说医生说吃这个很大？这个是医师讲的。医生叫您买的？叫我买的。我看看他这么说是试用这个新。那不能喝的，那不能喝的，那不能喝的，那是要吐的。OK， 来，你要喝要用这个喝，不是喝这个吐，这个是吐的，吐，你说吐，妈，你说吐，这是吐的，这个是吐的，这是吐的，不是喝的。哎，嘴巴露出来了，用这个接好。接好，就湿湿要接好，用这个接好。这个 OK， 我看看他这里怎么写。他说那个乳酸不耐症、神经性厌食症，还有新陈代谢亢进及高分血代谢急需要较多蛋白质的。奇怪，他没有说是那个。那我也要去问医生啊。他是医师，台大医师叫我买的。他跟我讲。这个看起来是要较多蛋白质。是，对，较多蛋白质，是高蛋白质。但是我那个儿子吃了有比较改善，有比较好。这个假使吃完我会再买。这个是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去买一些那个。那这个东西他有没有说要医生说才能买呢？这我们都可以买呀。不适合一般食用，多食对改善经没有帮助，会达营养均衡，请勿单独使用。你个台大，你那个国泰医师哈，你去回诊的时候问问他。这个是特殊营养食品。对。不是一般人可以吃的。我去买那个一般人可以吃的东西给妈妈吃。但是我要买这个是医师要我买的，不是我的主张。那你是去台大的什么科？台大那个什么？他去看那个什么胸腔。胸腔科？怎么会看胸腔科？他有痰呐。哦，有痰。他有出痰吗？这里。你有帮他做的？因为这里帮他做的。就是那个。我有买那个抽痰的管，抽痰的管，那个100支很便宜，才300块。是你自己做还是他们做？我不会，他们做，我不会，我不懂。我上次碰到一个人，他的先生中风27年，都是他自己看，抽痰也自己抽，吃饭也自己喂，自己煮。但是他还上班，带着先生去。然后那个我们在我们是一个研习会，那个客家教师。他带着他去上课。很了不起。27年很了不起。那个老师就说，这个老师，我十几年前就看到他带着他先生来上课了，现在我又看到他，20几年都是他自己带，抽痰啊什么，全部都是他，那煮饭也是自己带，他带他去玩。我们上次去内湾玩，他也带着他27年中风的那个老公去玩，我们去玩，他也去玩。那个人很了不起。了不起哦！我就想说，哎呦，我哪一天可以带着我妈妈出去玩？
他真的很能干嘞，他什么什么那些，他出去他也是在外面给他弄吃的，他自己灌死哎，洗澡什么都是他一个人搞，27年弄了27年，我看好像没有人可以27年还活着，搞到27年，还要这个。他好像也有尿管有胃管，一个人搞很了不起。这种我讲个实话，可能他还是特别的突变，再要调一个。没有，他是客人。对，客人是啊，我讲是说他是特别的，他是很能干的一个。客人都安尼啦。客人，那个客家人是特别厉害，刻苦耐劳。他说他这样27年这样熬过来，哦，而且他现在真的很好哦，那照顾得很好，那个皮肤啊什么都。我是买半块。不过话说回头，不过我是一个老头，已经88岁了。哇，你比我妈妈还大。对呀，你那个什么弟弟儿子就讲过了，所以我才知道，是这样。是啊。所以我觉得。所以是说，我说我现在，我只能够这样讲。我。能够自己走路，能够再看看他，这样就好。我不能再求什么，买一半，哪里不容易啊？他真的很了不起，搞了27年。他说那个抽痰，他都是自己抽。很敬佩他。他抽痰都自己抽哦，他看到人家抽他母干了。他自己抽，他说他抽得很舒服，他说他了解的一切。他说我看他，我抽痰，我看他会不会不舒服。他抽痰，他先生都很舒服。那很抱歉，我问一声，那你们是本地啊，还是客家人？我是客家人。你是客家人。我妈妈是广东人。妈妈是广东人。对的。那是广东客家还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不是客家。哦，他不是客家。我是客家。他，你的父亲是客家。我的父亲是客家。父亲是也是广东的。不是，福建客家。福建客家。哦。福建的客家。你父亲是福建客家。对对对。妈妈是广东。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那个是加在那个饭里面吗？你那个就是喂的时候放在里面。放在里面一起。加上去。加进去的。加进去。哦，就是跟我们平常吃的东西一样，但是就是加这个。加这个。哦。加上这个。好，我以后去买那个去加。加上这个，但是你假使要怎样的话，你不妨。去回诊的时候问问医师了。我们是一个月，我们刚刚礼拜五刚刚回诊，一个月回诊一次。一个月一次，那下个月就去。要下个月才能问，所以我可以先买一些别的东西给他。所以你吃了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我是觉得，只能够这样子。我是觉得是说，多多少少有改善是。我去看一下，你儿子的脚好不好？看他的手脚好不好？他的。Thank you.
本来天无月是好的，但是是说，假使用一个逻辑来讲，我绝对反对，绝对反对，因为你一直听，这个脑筋没有休息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所以很多很多那个年轻人，因那个一直喜欢他，不行啊，不行啊。那个，你最好是说你来的时候，假使给他听，你走了，这么样比较简单，也不会影响你，也不会影响你，因为是说这里还有变化，就是说你一直碰着，但是你的还要去休息啊，对。所以是说，假使你要怎么做，就是你来的时候放给你，你走了放给你，要这样才行。就是说，他不听来讲，夜晚有事，我会把你什么来问起。假使九点后我来，当然，这个时间我还没有想到，这个不行。但是如果马上，是，好像七八八，对，我爱你啊，我以后当然，之前对我有心。好像你谢谢。我本身是您的讲的过过人是练气，你就进步了。我多多少少帮他动动，帮他动动。不过话说来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的气功没有办法救。我那个救别人，他是那个，谢谢再见啦。
设回头，我过人，我过人，我不是一个人。你记得吗？气功方面，我是想讲一句，中央跟中央两个都是研究员，跟我一样，就我们的学生，那叫我们老师，是吗？但是你是什么气功？我的气功。是开创的，当然了，那还是假的。我救活三条命，你当然是真的。一点都不能讲，讲假的蛮弄，我也蛮会转人家一块钱。我跟你走好了。嗯。你也要走啊。嗯。Thank you.